欢迎大家入职我们嘻嘻哈哈有限公司。每一个员工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卡，按时上班的分到先进组，迟到的分到后进组。也确实，人家是个晴天公司是吧？很有那个时间观念。那个有办公室哈。好，先去你们的工位吧。哎，工位啊，上班上班上班。先这个是先进，那我要最接近，我当组长吧。哎，还多了两个位置啊，有新员工，有两个组长。哦，那是组长。哎，等会儿，那我是不是不在这儿？不能在这儿，我应该在这儿了。好像组长来了。哇啊啊啊！领导好，组长好，领导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先得把每天的精气神儿得提起来，我们的口号要喊起来。后进快提前先丢个人快，请欣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们进店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。我能行，我可以，我要相信我自己。哎，作为后进，他们先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。啊？哎，这个企业文化。讲究的就是，那你们看看，先进为什么叫先进？对啊，兄弟们，家事摆好，能不能听组长把话说完？欢迎大家入职我们嘻嘻哈哈有限公司，上班了啊！怎么样？领导好，组长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。后进组，我们先互相介绍一下。组长你好，我叫张远。这个找员工，我是迟到的鸟。啊，迟到的鸟，我是咱们这个团队就是干饭的桶。组长好，我是喝多的蛙。喝多了之后哇。来，我们先进组的介绍一下。我是团队里野性的狼，我叫李浩。哦，野性的狼，看看。啊。组长好，我今天第一次来，我是忠诚的狗何浩南。浩南，哇，太忠诚了，太狗了，怪不得先进的。哎，你看人家这先进的。组长好，我是公司拿抹布的搂，拿抹布的搂，对，就是马楼。哎，快兄弟马楼啊！哦，哪里需要哪里搂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